者刘庆侯台北报道，国民党全国青工总会成员29日凌晨1时左右到党产会大门张贴自制封条查封党产会，并在脸书声称此为响应广州起义。台北市警中山分局已传唤涉案的全国青工总会长吴建志等6人到案，说明均承认张贴抗议海报和铁链圈锁大门，警方将带另一名共犯到案后一并函送法办。据了解，国民党早年吴长波用国有财产变党产贩售，去年被行政院党产会追征8.6亿元拒缴后，行政执行署已分批查封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新北市党部、澎湖马公市党部等不动产。国民党青工总会不满党部遭查封，集思报复。国民党全国青工总会成员是3月29日凌晨前往党产会位于台北市松江路的办公室大楼外，除在外墙贴封条外，还持大锁把后门进出口上锁，并利用脸书全程直播，宣称是329青年节，响应广州起义，要查封违宪黑机关，贴上违法查封我先封你、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等标语。党产会员工当日上午上班，贺建门外被贴上违法查封我先封你、违宪黑机关、杨伟忠如此沉沦、陈以真知道吗等抗议标语，随即向中山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报案。警方根据取得的录影画面过滤，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资料比对，查出涉嫌的青工会7名成员，随后发出传唤通知书，其中新北市青工总会秘书长陈茂佳及桃园市青工总会庄成发前日先到案说明。昨日下午近1时许，青工会总会长吴建志也率同另3人到中山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接受约谈，过程中均配合警方调查，表达愿意承担责任，约1小时后即结束讯问离开。警讯中，吴建志等人均承认有贴封抗议标语和以铁链圈锁住党产会大门情事，警方讯后将带另一名嫌疑人到案后，再将依妨碍自由、侮辱公署等罪嫌函送法办。